刚出锅的牛骨髓。别再说我这是鸡蛋糕了，行吗，宝贝们？这是纯的牛骨髓牛油，你要蒸的时间稍微长一点的话，它就空了；短一点就成这样了，能看到吗？上次吃个牛骨髓，给我好顿说，就是我骗人。哇，巨油！纯髓。鸡蛋糕它也不长这样啊，姐妹们，鸡蛋糕中间都是黄的。还有老有人说我不换道具，就怕你们说我每次把上面这个肉都剔得特别干净。这个炖的就时间稍微长一点，你家鸡蛋糕能这么挂着吗，老铁？它挂不住啊。半往里捞捞了，就往这捡去了。好，那我下点了。带辣丝儿的，看到吗？鸡蛋糕是拉不出来丝儿的。哈喽，小妹，牛骨髓又来了。
牛骨髓，哎呀，妈，不辣乎。喝油。烫手。我这手机里面怎么忘了？牛骨髓，哇塞，超大一块。大
家好，我是小鸭，刷到这个视频就是缘分，感谢您的停留和观看。一个红心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鼓励和支持。这个视频拜托您帮我点个免费的小红心吧，小鸭在这里非常的感谢大家，谢谢。这块掉了。